大家好，我是守夜人 Jaden 又名吴老板。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讲解一下 PHP 的文件上传功能。啊，这个呢是在我们后面要讲解的外部漏洞当中啊，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漏洞，叫文件上传啊漏洞啊。呃，就是什么呢？你的网站如果有一些文件上传的功能啊，它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漏洞啊。那这个漏洞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们后面再讲。我们先把文件上传功能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啊。那其实很多网站呢，比如说有。 呃，什么 QQ 空间上传图片呢？朋友圈发呃发个图片对吧？哎、呃，发邮件上传一些资料啊，认证的时候上传身份证照片啊、呃，上传头像哎等等，这都是什么呀？文件上传的地方，对不对？啊，也就是说它的网站是支持文件上传功能的啊。那么我们自己用 PHP 搭建的网站啊，也可以什么呀完成文件上传的功能，好吧？那么首先想玩文件上传，我们需要在 PHP 的配置文件当中。 修改一些配置，啊，来支持我们进行文件上传，啊，来，我们来看一下，在哪了呢？在这儿啊，打开 PHP Study 啊，然后点击其他选项，这有一个打开配置文件 php.ini，就在这儿呢。或者是直接找什么呢？找到我们的目录 PHP Study 下边有个 PHP，然后找到我们现在当前用的版本。当前你用的版本从哪看呢？就在这个地方。点击切换版本的时候，看对勾在哪？对勾在这儿，就五点四点四五。 啊，那就打开它，在这里面找个 php P 点 nn，看见吗？就是它，好吧？哎，这样找稍微麻烦一些，是不是啊？啊，我们直接在这儿找就能找得着，打开配置文件，在这儿，好吧？一点击，啊，就找到它了，没意思吗？啊，行，那我这样吧，我用这个打开吧，因为用那个打开呢，它默认就会用我这样去打开啊，它默认就会用这个记事本打开，记事本打开查找一些内容呢比较麻比较麻烦啊，那我就直接在这儿打开了啊。 好，用 Notepad 加加打开啊。那么关于文件上传相关的啊，一般就是 file upload，咱们搜一下啊，走啊，没有找着，那么就可能加个横杠之类的，找一找。哎，你看，file file 就是文件的意思，upload 就是上传的意思，好吧？file uploads 只有这个地方等于 on 的时候，这七百二十八行的配置啊，它等于 on 的时候才是你当前这个 PHP 它支持什么呀？文件上传。 如果把它改成了 off，那我这个 PHP 是不支持支持什么呀？不支持文件上传功能的，好吧？所以说你这个网站 PHP 开发的网站到底支不支持文件上传文件上传的功能，还需要看 PHP 的什么呀？配置文件，好吧？啊，需要看 PHP 的配置文件。那么除了这个配置文件等于 on 之外啊，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像关于 PHP 上传文件功能的一些配置。 啊，比如这里面有什么呢？有个 fill up 哦、uh, uploads，我们说了，对不对？它等于 on 的时候才是开启配置，它等于 off o f f 的时候就是关闭，好吧？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什么呢？叫 u p l o a d 呃、uh, u p l o a d t tmp dir，搜一下啊，u p l o a d tmp，搜一下啊，tmp 啊，搜一下，哎，看这了吗？把这个关掉啊。 好，这有个 upload tmp dir，是吧？这个写的什么呀？叫 temporary directory 啊，for HTTP upload file，啊，什么意思呢？说这是，呃，PHP 文件的 HTTP 协议上传文件的时候的一个临时目录啊，一个临时文件存放目录啊。如果说我们没有设定的话，啊，will use 就是会用系统默认的。如果我们没有设置的话。 好吧，这个地方现在很明显被注释了。被注释的话，就是我们没有手工的给它设置。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给它删掉，然后在这指定一个目录啊，那么临时文件就会放存在这个目录下。好吧，这个呢我们就不改了啊。那么这个临时目录是啥意思啊？临时文件目录是啥意思、啊？是这样的，PHP 上传文件的时候，比如说这是我们的后端服务器啊，这是客户端。客户端这边，比如说有个上传头像，它文件要上传到我们这边来进行保存，对不对？比如这你的阿帕奇或者 Nginx 啊阿帕奇吧。然后阿帕奇调用什么呀、啊？ 调用什么 PHP 啊，某个 PHP 文件，对不对？但是会肯定会加载我们的 PHP 的相关配置来完成某个文件的一个处理，对不对？然后这里面呢，当用户上传文件的时候啊，PHP 会调用这个会找什么呢？呃，关于文件上传的相关配置。比如说在看到这个地方啊，upload/tmp/dir 啊，它就会将文件干什么呢？先默认，比如这是我们的，我把系统画大一点啊。 好，把系统画一下。不是说，比如说，系统这有一个什么呢？默认文件的一个存放目录啊。其实这个呢，我们在前面也讲过，就是 C 盘 users 用户下边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tmp 目录下、哎，临时存放文件。他会先将用户提交过来的文件先干什么呢？哎，经过 PHP 处理的时候啊，PHP 会先去这个目录当中创建一个临时文件，将文件数据哎保存到这个临时文件当中，然后再把这个临时文件当数据都传完了以后啊，咱们说上传一个文件。 文件的数据可能比较大，它上传可能需要花时间，它是一点一点的把数据传过来，我们我们这边一点一点接收，接收的时候呢，一点一点的写入到这个临时文件当中。当这个临时文件写完了以后，比如说我们这我们的数据都接收完了，也写完了，然后把这个临时文件再拷贝一份复制到我们的什么？正经的这个磁盘上啊，永久保存一下。然后那个临时文件呢，就自动会被删除了，明白吗？所以说它有会有一个缓冲啊，有个临时存放的一个地方。 好吧，这个临时存放的地方呢，就是可以通过这个配置项来指定啊，你可以自行指定。如果你不指定的话，那么它就会采用系统默认的临时文件存放目录。系统默认的存临时文件存放目录，我们在这儿 PHP 创建临时文件的时候就说过，在哪儿了？如果是 Windows 的话，在 C 盘 Users 啊用户名，然后 App Data Local 下边的 TMP 目录，对不对？我记得当时我们还演示过来着，啊，演示某个临时文件创建写入内容，一关闭它就自动被删除了，对吧？ 这就是这个配置项的意思，好吧？我们一般不改它，就默认即可啊。然后还有个 post max size、upload max size，还有个 memory limit，这几个都是什么呢？也是咱们文件上传相关的一些配置啊，主要是做文件上传内容限制的啊。比如这有一个呃 upload max file size，这是什么呢？就是上传的文件大小不能超过两兆。如果你上传的文件超过了两兆，那我这个服务我这个服务端里边的 PHP 会报错。 说啊，超过了什么呀？上传大小限制，明白吗？啊，那这个地方可以稍改的稍微大一点，比如改个一百兆，对吧？改一百兆啊。如果说你是做网盘，你是做开发了一个网盘啊，那你这个地方肯定要改的更大一些，是不是？支持它能上传的内容更大啊。然后这还有个什么呢？叫啊、呃、，max file uploads，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最大能支持的一个客户端单次请求能上传多少个文件。 这个是默认能上传二十个啊，就是其实我们上传文件呀、啊，一次性可以上传好多个文件过来，好吧？啊，比如说你的身份证正反面，不就两张图片了吗？对不对？点击提交，哎，那是两张图片，也就是可以支持多张图片上传，多张文件上传，多个文件上传啊。最多支持多少个？同时最多支持二十个，这是这个配置的意思哈。这个咱们不用调整它啊，不用管它。一般上传文件我们就一个一个的上传啊。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叫什么呢？叫 post max size，post max size。 哎，在这搜一下啊，post max 啊，搜一下这儿了，post max size 啊，然后把这个搜索给它关掉。post max size 是干嘛的呢？是这样的，它是限制我们，这是限制我们这个呃客户端给我们发送的 post 请求，post HTTP 请请求啊，然后它的请求体当中的数据量、数据大小啊，啥意思呢？比如这是客户端。 啊，然后这是服务端，客户端往服务端发请求，可以是 GET 请求，可以是 POST 请求，不同的请求方法嘛，对不对？那 GET 请求有个特点是什么呢？它的数据放在哪里啊？咱们说 HTTP 协议，这个分四部分：请求行，对不对？请求头、空行和请求数据部分，我们也叫请求体，对不对？请求体。那请求行里面，请求行上来就是什么呀？哎，这个请求方法。 你是 GET 请求，对不对？然后紧接着后面什么是不是跟路径啊，对吧？哎、啊，跟那个 URI 路径 u i 路径和什么呢？和问号相关数据啊，比如说提交了个用户名密码，那 user name 啊等于什么？超啊，a n d pwd 等于一二三，啊、3, 哎，也就是用户提交的数据是在哪呢？只要有 GET 请求提交的数据，这个数据是在这个位置放着的，好吧？然后后面是什么呀？啊，HTTP。Ht T T P 杠一点一协议加版本号，对不对？啊，也就是咱们的咱们请整个这个 get 请求用户提交过来的数据都会放在哪啊？哎，都会放在这个位置了，OK 吧？哎，都会放在这个位置了。那如果是 post 的请求呢？啊，post 的请求的数据在哪了呢？它就不在这儿了，这个地方只有 U L。那这个数据放在哪了呢？它就放在这儿来了。如果您是 post 的请求的啊，就在请求数据部分了，好吧？哎，没有问号了，就就这样携带的数据。 明白吗？啊，而文件上传呢，啊，是必须要走 POST 的请求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数据 GET 请求，它会把请求放在哪？它会把数据体现在什么位置啊？是不是体现在我们那个浏览器的地址栏那个位置啊？是吧？点百度点 com，然后哎，问号加什么数据，得得得得得得，是不是？啊？而 URL 地址栏这个 URL 的长度，整体的这个长度是有限制的啊，我记得是默认大小是一兆。 当然了，每个浏览器可能不太一样啊，但是它肯定是有大小限制的，而且不会太大，不会让你太长，也就是数据不会太长。那你如果是一个文件数据，你你你走 GET 请求来来来来传输，那就这个 URL 一看就就乱了，好吧？好多文件数据在这边一展示，你就乱套了，而且还上传不了多大的文件，OK 吗？所以说这个呢，一般我们不用，一般情况下啊，文件上传都用什么呀？ 文件文段 upload 啊，都会用 post 的请求来提交这个文件数据。那 post 请求的话，那文件数据就在这个部分了，请求体部分了，好吧？而请求体其实 post 请求请求体的数据，默认是没有大小限制的。HTTP 协议啊，它自己本身没有对这个数据进行任何长度大小的限制，所以说，也就是说这里面放多少数据都可以往后边提交。但是你往后边提交，你比如说提交了十个 G 的数据，我处理不过来啊。 对不对？这十个数据我处理不过来啊，所以说我这边会做一些限制，说什么呢？说你这个 POST 请求啊，一次性提交过来的 POST 请求数据你不能太大啊，比如说八兆，这不设置大小就八兆，好吧？你太大我处理不了啊，那你太大怎么办？你要是真的要，你要非要上传大的怎么办？你一你分多次请求发给我，第一次发一部分，第二次发部分，第三次发部分，第四次发一部分，这叫什么呀？这叫数据分块传输给我，好吧？我这边一块一块接。 哎，接到一个八掌我先存着啊，再接个八掌我再存着，再接个八兆，再存着，一点一点的把这个文件全部保存下来，明白我意思吗？哎，这就是所谓的数据分块传输，我这边分块来接，就跟它有关系，OK 吗，兄弟们？啊，Post Max Size 啊，这个呢，一般情况下会要比什么呢？比我们的文件数据大小要大一些啊，比我们这个什么呢？这个 Upload Max Size File Size Max 的 Max File Size 要比它要大一些啊？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用户提交的数据啊，用户往后再提交数据的时候啊。 他除了提交文件数据，比如说比如说他注册啊，他注册，注册他提供了什么呢？头像，这是个文件，对不对？啊，头像图片，这是个文件吧？头像图片啊，这是个文件。那除了文件数据外，他这里面可能还输入什么？用户名，user name，是不是、啊？哎，超。然后他可能还输入什么？密码，啊，一二三，还有确认密码，对不对？呃，确认密码，d p w d 吧，等于一二三。 啊，等等，它还有好多其他的数据，夸一点击提交。那本次 POST 的请求，本次的 POST 的请求，它的请求体里面除了文件数据之外，它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数据，一起写，本次请求一起携带给你了，明白我意思吗？那如果说你你这个 max size 就是上传文件大小限制，在你后台是一百兆，那么那你这个整个 POST 的请求，你后台限制就应该比这一百兆要大一点，不然的话这些数据没法存了，没法传了，还得分块，就太麻烦了，好吧，兄弟们。 啊，所以说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 post 的 size 比什么呀，上传的这个文件大小限制要大一些啊。比如说刚才我们把那个改成一百兆，对不对？这个地方我可以改成二百兆，Ctrl S 保存一下啊，我就保存了啊，好吧？啊，然后看一下它，我们刚才改的应该是给它改成一百兆了，是不是？Ctrl F Ctrl V，走，啊，改成一百兆了啊，就这儿呢，好吧？ 那除了这个配置之外，还有一个叫 memory limit。memory limit，memory 是内存的，内存的意思，limit 叫限制的意思，这个叫内存使用限制。默认大小是多少呢？我们这个版本的五点四点四五的，它的这个默认配置应该是呃一百二十八兆。比如说我再搜一下啊，memory limit。走，啊，默认大小一百二十八兆啊，这是什么呢？就是使用内存大小，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这个。 用户发了一个请求给我们，他会携带一些数据过来，对不对？这个数据我们要先在内存当中进行加工处理吧，所以说这些数据会先走到内存当中去。走到内存当中去呢，比如说你上传了个文件啊，这个文件如果说啊上传过来是二百兆的，我这现在限制大小是一百二十八兆，那 sorry 不行，为什么呢？因为我这边为了处理这个 HTTP 请求数据，我只临时开放了一百二十八兆的什么呀内存，你这数据存不下来，你存不下来，那你的数据很容易丢的。 或者本次请求咵就就就就崩了，好吧，明白我意思啊？所以说它呢一般要比什么呀？比我们这个文件大小限制要大，我们上传的文件大小限制比这两个一般要比这两个要大一些，好吧？哎，所以说这个呢，呃，一百二十八兆就一百二十八兆吧，这个其实改不改也不也行啊。比如说我改成二百五十六啊，都比他们大吧，对吧？行啊，这就可以了啊。这个呢我改成了二百五十六啊，我就给你们放在这儿来吧，默认是它啊。 没保存，没复制下来啊！啊，比如说我就哎改为它吧，哎，改为二五六吧，好吧，保存一下啊。然后 p h p 的不同的版本啊，不同的 p h p 版本，它这几个配置对应的值可能都有会都会有略略就有一些变化啊。比如说呃，这个七版本的它是二百五十六兆，我记得是啊。咱们现在用的五版本的它是一百二十八兆，好吧？ 啊，它不同的版本啊，语言不同的版本，它这些配置可能会也会有调整啊。呃，建议的尺寸大小，我在这也给大家放了啊。Memory limit 一般要大于 Post max size，要大于 Upload max file size，要大于 file size 啊。file 这个 file size 就是用户上传的那个文件大小了，好吧，他自己上传的文件大小啊。行，然后别的就没什么了啊。还有一个叫 Max execution time，这个呢，我们其实也也说过啊。 也说过，它是什么呢？说这个程序的一个最长的执行时间，对不对？如果说文件它上传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上传上传了六十秒，那肯定是报错了就，就三十秒的时候就报错了，好吧？因为这个程序执行时间太长了啊，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咱们一般情况下就是，如果真的你的场景下需要上传文件的时候，时间长一些，咱们可以给它加大一些，一般咱们不用调它，好吧？如果说那个文件太大了，那你就别让它一次性上传过来了，你让它分几次上传过来，啊、哎。第一次上传也小一点啊，第二次上传也小一点。 这样的话，我接收不就快一点吗？啊，后台处理的程序就不会每一个程序都不会出超过三十秒，好吧？哎、啊，所以说一般都会数据叫分块传输，好吧？啊，数据叫分块传输。行，然后这是呃 PHP 关于文件上传的一些什么呀配置啊，我们要需要修改的一些配置啊，配置修改完，别忘了干嘛呢？别忘了重启咱们的 PHP 站点啊，给它重启一下，就是把阿帕奇和这个 PHP 都给它重新启动一下。 走，点击重启啊。好，然后这是文件上传，上传。下一节课我们就上传文件了啊。文件上传的步骤，一会儿我们来说啊。然后先干什么呢？我就还再给他给大家说个东西啊，说什么东西呢？其实我们这个，我跟大家说说过，我们这个什么呀？三 W 目录下根目录下，呃 p p c 打底安装完之后，三 W 根目录下会默认有一个叫做、PH、p o, 叫 p p i n f o 加 p p 的，对不对吧？打开它。 你会发现它里面其实没别的，就执行了这么一个函数。那 PHP info 然后加上一个括号，这个函数也是 PHP 的一个内置函数，专门用来是干什么呢？提取咱们 PHP 这门语言的这些配置信息的，PHP 的 PHP 点 n i 配置配置信息全部给你取出来，并且它还还还会拿到什么配置项呢？还会拿到本次就是啊呃这个 PHP 运行在哪个 Web Server 下啊？比如说 a 帕奇的相关信息，它也可以给你提炼出来。 然后运行在连接的是哪个数据库啊？然后数据库相关信息也给你提取出来，也就是这个 PHP info，那、啊、这个函数它就是整体把我们的运行环境所有的配置全部干什么拿出来，呃，展示的，好吧？所以说，我在这儿为什么直接在这一访问，呃，幺九九幺六八点二点幺幺六下边的一个 PHP info 点 PHP，啊，你一回车，你能看到所有的这些配置项啊，比如说你看当前 PHP 的版本五点四点四五，对不对？哎，当前运行在哪个系统下？Windows NT，对不对？哎。 然后这个 build time 下面的这个这个这个什么呀？就是这个代码的一个编译时，这个 PHP 的编译时间啊，是二零一五年编译的这个 PHP，也就是说 PHP 这门语言呢，其实它本身也是需要编译的啊，本身这个代码啊是需要打包的啊，这是打包的时间啊。然后运行环境啊，需要运行在什么？呃，微软的微软必须有一个 MVC，就是 VC 九运行库啊，MS 叫 Microsoft 的简写，叫微软 VC 九的运行库必须要有。 好吧，然后这个呢是叉这个这个 PHP 语言运行在哪一个哪一个 CPU 架构下？它直接写了个叉八六，没有后边没有标着杠六四，64, 那表示它就是三十二位。如果标了杠六四，64, 那表示它是六十四位。所以说这门语言现在是三十二位的，好吧？然后这是它的一个编译过程，这个、不用管啊。然后下边你看它用的是什么呀？I P S Server 是、AP、a p 奇2.0二点零啊，也就是说它后边用的 Web Server 是二点是阿 p 奇的版本是二点零，好吧？ 然后这里面还有它的配置文件存放路径啊等等，这里面的配置非非常的多啊，不挨个介绍了，好吧？然后下边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你看，PHP 的 PHP 对应的、AP、a p a two 啊 handler 就是、AP、a p a 的相关配置，比如 a p a 的各种看细节的版本，看了吗？上面只是显示了、AP、a p a c 二，对不对？拒绝的小版本是、AP、a p a c h 2二点四点二三，看了吗？哎，也是三十二位的、AP、a p a 这个也是三十二位的，好吧？然后还支持 OpenSSL，也就是支持 HTTPS 的访问啊。 这个不用管它啊，然后下边是什么呢？嗯、呃，还有一些默认监听的端口啊，啊、哎，等等。行，别的就没有什么了。还有阿帕奇自己的这个默认默认路径阿帕奇的在哪个路径下啊？你来看，我们的阿 a 奇其实，在 PHP 安装下边还有一个什么呢？这有一个阿帕奇，看了吗？哎，这是阿帕奇的主目录，好吧？啊，别的就没什么了，没什么多说的了啊。行，那我听一下视频。